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，最好的情况。
的女孩嫁一个头，那代两小口永远在一块。我住盘天下的小孩聪明，生活秀才智商装满你脑袋。我住尊敬的姑奶奶三十二圈的比赛，既不穿棉绒不盖。我住三叔公的买卖生意，养你四海财运亨通住豪宅。消辞旧梦，一祝现岁迎新年，满怀做复杂的心情，我们送走了忧喜参半的一年，迎来了创新的2011年。2010年度的冰城中林校友会主办的中林校友新春大团拜馆，因为龙舟意外事件停办了一年，而2011年度的大团拜继续由1976年高一78年、高三80年先二班毕业同学会承办，几经困难波折，可是学长们秉持爱无终林的精神的拼斗精神，充分体现终林勇敢的面貌，令人敬佩。首先让我向大家说声新年快乐，祝你兔年事事如意。城门槟城校友会和工委会的盛意安排，我不但能有机会来参加，也能在这里代表总会向大家讲几句话，感到非常的荣幸，我要感谢他们。这个大团拜的筹备工作，在槟城校友会的领导下，是由76年高一、78年高三、80年先修班的同学、毕业同学承办的。从这个推动校友会年轻化的观点看，这是很好的现象。我们可以希望过后80年代、90年代的毕业同学们接棒推动校友的活动。今晚这个团拜能得到校友们踊跃参加，有这个热闹及充满温馨的场面，的确可以与我们每年主办的嘉年华会相媲美。我